慈母手中线，庄上乌客衣。快到母亲节，买把粒粒归归归。今天呢，为了响应母亲节，所以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。今天的这把琴呢，其实是台湾的限定款，算是台湾吗？好像不是。是啊，它都钱这么大了，钱这么大。这把其实数量没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，对，我记得很少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哪里有什么特别的？哪里有什么特别啊？对，就一目了然啊，台湾。啊，它连头也是做台湾的，就整个就是很爱台湾。其实这把琴虽然看起来很朴素，可是其实它的用料非常实在，它是全单板的桃花心木，然后它边角还有做特别的彩琴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，就是它其实是蛮是一个圆弧形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其实看起来就是蛮有质感的啦。而且这把琴除了是全单板以外，它还是手工制造，而且是台湾在地生产。哦，是手工制造。它其实是 made in 台湾，手工制造。哦 ，OK， 名副其实的。对，其实在台湾就是这把琴一直都很热门啊。可是，然后因为台湾就是比较流行一些朴素的琴，可是又有好声音，就这把就是它原本的 model。这把是台湾限量款嘛？原本的 model 就一直都卖的还不错。然后是特别推出了一把纪念款。好像只剩几把，一两把吧。哦，这么少？我猜啦，这么少，限量啊，限量的，真的这么少？对，所以哇，这把可能我卖掉应该就没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可能卖掉就大家要赶快把握，送给妈妈。如果你妈妈喜欢台湾的话，这句话。对，如果大家爱台湾的话，赶快把这把带走。好，那我们这把琴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这把琴的话，你可以到下面的连结联络我们。那我们接下来的几周呢，陆陆续续也会有更多的琴的介绍，也会有木吉他的介绍。如果你对我们影片有兴趣的话，请在下面帮我们按个订阅，还有按赞。那就这样喽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